想要学会一套太极拳吗？大家好，今天继续来跟着我一步一步的学习武当十三式太极拳当中的踩。好，我们来开始学习接上一式按的这个动作。好，整个身体啊松坐下去，左脚为虚，右脚为实，指尖对我们的喉口，整个身体呈混圆的一种状态，保持中正。第一步，左脚往后侧一步，脚后跟不落地。第二步，以你的身体带动我们的手肘托起。好，这是一个接手的一个动作啊，下盘呈三七步，身体保持中正。好，第三步，右脚再往后侧一步，脚后跟不落地，然后以你的腰带动你的肩，带动你的手，欲右先左，松腰坐胯，放松下来。好，交错的这个劲，把力量肘使出来，大发力。好，同样的向相反的方向重复做一个这样的动作。好，然后左脚再往后侧一步，好，整个身体放松，以你的腰带动肩，带动手肘发力，大。好，看我把这个动作完整的演练一遍。好，按下来，走，一侧步托起，二再侧一步，以腰带动肩，走，发力，走，大。好，对。好，这一式啊动作可能相对于来说比较难啊，大家一定要切记，下去之后一定要多多练习。